么九零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我们刚刚听了很多首歌，像这个专辑里面还有就是像你的音乐还被放在这个国中高中的这个上下课的叮当的这个声音啊，铃声，对，因为我之前上一张专辑《日不落》就有在桃园的那个小学里面啊，那时候县长还跟我一起去那个小学去参加他们的召回升旗典礼之类的，对、okay. 然后这次又是有一首歌叫越慢越美丽，对，我们刚刚听过这首歌，对，就是都比较轻松的，嗯，觉得还蛮特别的、嗯、因为以前只要听到那个下课铃声就会觉得很高兴啊，对啊，很开心，所以能够让小朋友听到我的歌是一种开心的感觉，就觉得是这样，很幸福，嗯，很幸福，对不对？你是花花世界里闪亮般的花花蝴蝶，美女们只是最后一首歌花蝴蝶，这首歌要聊一下好了。花蝴蝶是比较 disco house 的音乐、嗯、然后它的主题就是也是告诉自己，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要勇敢的做你自己，嗯嗯，也是你现在的心情的，对，嗯，好，谢谢 Jolene， 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了，我们今天节目也结束了，谢谢 Jolene， 要不要跟现场朋友说一句话？待会大家直接去前面排队还没买的赶快去排队一下，赶快去了，赶快去占位置啦，谢谢你们啦，也谢谢 Jolene， 谢谢，拜拜，谢谢，拜拜。